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今天是2024年27号晚上9点。那命运之子啊，我刚刚好不容易打出一个5连胜，然后现在总共是9连胜。那不过分数才9245了，所以说不是很高。那我现在用的这个队伍啊，来看一下哈，是个奶队。好，然后是这个木的这个巴托里，好，然后给他当队长。然后再来是，我现在人在外面了，然后再来是这个戴娜嘛。那上一次周年庆也会送一个这个加六的戴娜，但是这个戴娜是我玩那个命运之子，他就是第一次抽到的五星角色，然后慢慢也培养到加六了。然后哦，我不是用这些角色，抱歉。稍微我们直接来看二斗擂台好了。然后二斗擂台也是这一次的这个骰子的任务跟这个什么Mission Passion 的那个任务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队伍。木的巴托里，然后再来是嫦娥哈，这个嫦娥也是，我记得好像也是上次周年庆直接会送你一只加六，然后是这个光奶哈，速度奶，这只真的蛮补的，然后全部都上这个辅助防御角色，然后再来是这个还蛮坦的哦，它的那个忍耐哈，这个帮助还蛮大的。好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就上一个奶队，然后拼那个 Fever Tide 这样子，然后终于是达到一个9连胜哦，9245这样子，不过分数很低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哦。这个 Mission Passion 这边，有一个这个必中的这个召唤现实任务，但是其实还蛮难的、哦。虽然说它是一个，就是说怎么讲，二斗擂台召唤，它是说你只要中五星，你一定可以中这四只其中之一。那你只要中了其中之一呢，你可以获得一个头带。但是呢，就是，这个任务就只能解一次，所以说它代表说你一定要。各取得一种才可以拿到大奖哦。那我觉得我各拿到一种，这个几率不是很高，因为我现在钻石只有七万钻的话，大概只够还不到30抽哦。我觉得30抽要解这个任务有些困难。然后我们看一下、哦，现在是这一个南瓜的任务哈、哦，南瓜的任务。那基本上你每天解完所有的任务之后，你这三个都可以解完，只剩二斗擂台要3次哦。那怎么讲？它这个是多少？3次嘛，然后3次就可以获得一颗，一共4个，所以你一共要玩12次。那你大概就是偶尔上线之后，然后自动打个5次，然后打个3次就可以解决。它也没有说一定要获胜嘛，所以还算好解。然后同时你打二斗擂台咧，也可以解这个 AI 的任务哈，这个参加二斗擂台，所以这些任务其实都是每日解都可以解完的。好，然后现在是这个世界王的活动嘛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来看看哈，我想要解那个头带任务，因为他有送那个自选的角色，有几只角色我一直抽不到，可是我又觉得这个几率很困难哦。虽然说他的召唤率是这个样子，五星一定可以中这几只角色。那雅典娜跟波摩娜我觉得还不错哦，这个 PK 可以用到啊。波摩娜它是一个蛮奶的角色，我好像只有一只而已，所以来解解看好了，我来定个20抽看看。应该说是200抽啦，哦，就是20次，看看可以获得几个头带哈，然后再看要不要拼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来抽抽看哦。好，第一抽，因为我也才存了7万钻，哇，好大声哦，7万钻的话大概只够，大概还不到30-40抽啦。好，第一次不中，好，蛮稀，来抽个20次吧，第二次也不中，那第三次呢？第三次如果十次都没有的话，那就没希望了。好，第三次，哇，一只五星都没有。第三次也是没有。好，第四次了，这样已经花1万钻了。第四次。也是没有。好，第五次，我刚获得一个加成哦，什么777钻吗？不知道。啊，第五次还是没有，第六次，哇，好难哦，第六次，这可能是4星吧？啊，没有，第六次也没有，第七次，好，14都没有，我就不玩了。好，那就给真正的大佬去玩吧。第七次有了哈，终于有一只哦，终于有一只，第七次。花了17000钻吧，不错哦，是波摩娜哈，这是很有用哈，再打世界王，它当作是一个奶也算是 OK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了，哇，解了好多任务，是不是有送777钻啊？有，
什么四星 double 是两只一样的四星吗？就有七七七钻。好，领一下，领一下，补补血。好，然后我中了一个泼魔，那应该这个任务就跑出来了吧？在哪边？头戴任务，头戴任务。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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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泼魔那，噔噔，还送你一个温泉造型，还不错啦。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头戴啊，哈，你要抽到四只不一样才行哦。我现在才抽到一只。好，我先合个泼魔那。那至感觉上不是蛮困难的，先把泼魔那合一下。因为我最近除了这个搞玛瑙礼包，所以说，怎么讲还够资源升那个技能了。但是角色这么多，你想要每一只角色升上去也是很困难。哎，我只有一只泼魔那，然后自己吃自己，来个加一，哦，有加一了。然后有加一的话，技能就可以升到下一阶了 ，rank 二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搞玛瑙，有氪有爽。好，再来。再来是我刚刚是七次中一只嘛，七次中一只，好，然后是二斗擂台抽这一个，好，第八次，第八次七十保底吗？命运之子好像没有这样的机制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第八次第二只，哦，我觉得我希望来了，但是如果是都是还是破魔那就那没有用了，哎。哎、欸，有泼魔那又有巴托里耶，哦，碎啦碎啦，哎、欸，巴托里我好像加五了哈、哦，巴托里其实在 PK 蛮常用的，好、哦，哦，巴托里我现在加四，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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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那我现在八十抽，啊，泼魔那又一只，哦，泼魔那不错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想要让我的泼魔那星级增加的，然后这个活动有那个泼魔那，雅典娜我在 PK 我也蛮喜欢用的。雅典娜我也觉得蛮坦的，好，泼魔那，只是这些角色在那个活动用不上也是蛮头痛的，因为我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在竞技场了，而是想要在这个什么诸神强袭跟那个世界王打高分哦、喔。好，我有这个巴托里的温泉造型喽，碎啦，然后还有这个取得丽莎的头戴两次，哦、喔，这个工艺池就是洗那个装备的池罪嘛，武器、防具跟那个装饰品。欸，取三次的话我就可以有一个五星召唤券哦、喔、跟一个那个温泉造型自选。那80抽出我现在看看应该还可以，还可以赌一下、喔、先合一下，把一些三星的合掉，我怕我的那个角色太多，欸，应该是不会啦，因为我平常都有在这个提炼搞玛瑙。哦，肉肉等刚刚抽了一堆三星的角色。好，不小心选到一个四星也没关系，反正到时候这个四星是要留着这个红石哈，玩那个红石的任务，转身馆的这个活动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哦、喔。80抽还有4万7千钻，然后这是第九抽，第90抽。哦，两张五星真的是爽，而且还是泼魔那跟我想要的这个红巴托里。好，没有天天在过年，第90抽，第100抽。第100抽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拜托拜托，不一样的。第100抽，哎、欸，哇，还两只哦，哦，两只五星的送你2777钻呢，哦，那这样子我觉得有机会耶，哇，该不会是最后一只要抽到死掉吧？哦，完了完了，那这样就是要逼我拼到最后啦，好。自己吃自己，在我插谁？插雅典娜了，插雅典娜了。好，那就跟他拼了哈。剩下大概十几抽吧哈。等一下，这一个利莫斯啊，如果抽不到就算了哈，我应该不会再氪金了。好，温泉造型可选礼盒。好，插最后一个哈，插最后一个就是自选五星角了。那我就可以选那个我怎么抽都抽不到的。欸，这个先不要打开好了，我怕那个画面太煽情哦。好，五星的。哦，丽塔这个 PK 也不错，欸，怎么都是 PK 角色啊？这次好像也是拿来 PK 用的哦，会让人家攻击力下降。我有用过，但是我还不够强了。我之前看到有人用这个加六的，我每次碰到他几乎都是输多赢少、哦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抽吧。
现在100抽了，然后再继续，希望中一个雅典娜，这样子我就算是解完这个任务了。好，第11抽110抽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拜托，雅典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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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托里，巴托里加六了。哦，参加这个活动，我的巴托里加六了。再来一只巴托里，它变成那个进化的肥料，进化的五星肥料。哦，我的巴托里已经因为这个活动满了。哇、哦，好，再来，拜托。好，第十二抽，雅典娜，第十二抽，好，没有，第十三抽，哎、欸，拜托，雅典娜，哇，肥料巴托里。完了，他现在是肥料了，因为角色最多就加六了。好，第十四抽，哇，我还剩多少？31哦，哦，大概还只剩100抽了。然后第15抽，好了，就把它抽到完了。啊，巴托里再来的话，真的就变成五星肥料了。第15抽没有，第16抽，哇，我觉得最后一只很困难哦。第16抽，第一只，啊，利莫斯，又有，连续两只五星，拜托，啊，利莫斯我好像也加六了，哦，天哪、啊，我运气真的是太好了吧，连续两只任务解决了，哦，还获得里程数。哦，我这个录影值得了，真的值得了，各位。好、哦，利莫斯，啊，哦，利莫斯也满了 哦，利莫斯满了，好、哦，加六，好、哦，睡了。好，我顾小孩准备要结束了。啊，其实我没有在顾啦，我在偷偷玩命运之子。好，雅典娜也加五了。哦，这个活动参加有爽哈、哦，但是这是运气哦，好、哦，这是运气，因为我之前抽的时候运气不是很好。来。雅典娜解完哦，温泉洗澡招，然后这个送啦，2019 Child 的可选礼盒，碎啦哦，马上用，这个是哦，这是刚刚 double 还没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想要什么东西哦。我上一次打那个暗属性的那个世界王，大家都选那只当队长，我就没有那一个角色，没有队长差很多啊。来看我一直想要哪只角色，哦，这兴奋到都结巴了，在哪边？下面，哦，这一只驱魔师尼尔特，尼尔提哦，来，哦，总算有这一只了。上次我要抄作业啊，哇，每个人队长都选这一只，我就是没有这一只角色，哦，好哦，来，碎，哦，碎啦，好，那最后一个我再慢慢选吧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